嘉义市首场桃社女子健康活动伫江平运动公园体育馆登场，邀请过来知名舞蹈老师兰波，以及在地一名的健身运动老师，率领600多名的桃社女子健康运动。卫生局用一场充满健康活力的有氧活动响应，作为母亲节的献礼，由马五敏辉市长邀请一位的议员李长，甲桃社女子做伙同欢舞动健康。正山在场每一位市民扛耐心，祝福妈妈身体健康，母亲节快乐。八号上午，600多位妈妈在家市江平运动公园体育馆聚集做伙，由知名舞蹈老师兰波带领，做伙拾着轻快的舞曲，舞动全身，场面相当热烈。家市长每回也特别前往，甲600多位妈妈做伙舞动，并正山每一位母亲扛耐心，祝福全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。市长每回表示，女性一定要健康，人生才会使亮丽。尤其现代女性大部分身兼数职，非常辛苦。伊也希望女性爱加爱家己，掌握家己的健康，日子过好每一天。今天从头跳到最后，有点累，但是很欢喜哈。我就是要有一点运动。我想我们要带给大家，我想这一个运动带来的青春活力，感谢大家，为的就是大家的健康。我们一连串特别重视女子的健康，不论是在整合性的健康筛检以外，还有我们对于妇女，我们有四大的癌筛，我们透过这许多的机会，希望大家一起来。除了这样以外，均衡的饮食、健康对的运动更重要。今天虽然很激烈，但是老师总会在适度的时候来让我们调整我们呼吸、我们气息，这是运动的秘诀。我们要告诉大家，太过于激烈绝对对身体是有害的。所以既然在动起来，我们要正确的动、聪明的动，让大家再加上均衡的饮食，才能够真正的健康。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健康来自于手掌，如果首长是健康的，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、议员们都是健康的话，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健康的环境。而且，像我们是属于失去过健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健康很重要。而且健康不是只有国家来帮助你，你要先自己能够帮助自己，把自己做好之后，再加上国家的帮助，那我觉得才会是越来越好。谢谢市长，谢谢市长。该市长关心桃社女子的健康，每年拢会办理健康相关系列活动。为心灵全面促进女性健康，在今年以女性的心健康为活动主轴，5月、7月、9月、10月份都会办理一场活动，讲师定量坚强，每一场都邀请到国内知名专家来教授健康秘诀，也欢迎民众踊跃参加报名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